所以这个品牌今天将帕雷的元素、帕雷风格跟飞行的实际还有工艺设计三合一的完美结合，就是我们首先一定要被摩托车载一下呀。对，还是会学生时代比较喜欢啊。对，那从入行之后就比较常做机车的手术，因为怕头发会乱掉，戴安全帽会变掉，可是其实很享受坐摩托车，因为可以就是小暧昧的时候觉得坐摩托车在身后很有安全。因为我目前还没有交过有开车的男朋友，都是骑摩托车。那也有说一般的小一般的那种速度的，对，然后也有是那种那什么野狼，对，其实都有。对，那我就还目前还没有那个坐过哈雷，那有坐过哈雷的活动啊？对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因为志玲姐姐是美女啊，所以觉得这样子是一件对我长相的肯定。对啊，还会是开心的，而且志玲姐姐的那个谈吐啊，或是 EQ 都很高。我当然现在还不敢讲啊，就是慢慢努力中，然后希望有自己的风格，然后让大家看到。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因为志玲姐姐应该也没有像我画那么多吧？我已经被很多主持人说我是画很多的那个女生这样子。前一阵子回来台湾，有拍那个公共电视的电视电影，下这个月中会上，然后这一阵子就回来台湾做一些宣传的，还有一些访问的。希望有这个机会，谢谢。